公元前221年是我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，在这一年，39岁的秦王嬴政灭掉了六国中的最后一个齐国，结束了我国历史长达200多年的战国时代，人民终于不用再频繁的打仗了。六国灭掉之后，秦王嬴政就跟手底下人开了个秦灭六国总结大会。这个总结大会主要内容就是回顾过去，并且展望未来，看秦国下来该咋办。首先是秦王嬴政发言，秦王嬴政。这个我们老秦人一路走过来不容易，六国也不好好干，最终就由我为历史做了点小小的贡献，兴义兵伐暴徒，灭掉了六国，实现了四海一统。现在首先我觉得我得换个名字，才能配得上我的功业，才能让大秦的基业永世流传。你们分小组讨论一下，看看以后叫个啥呀？再说你们也总不能老是把我正哥喊着吧。然后丞相王婉、御史大夫冯杰、廷尉李斯这几个人给秦王嬴政的商业胡吹就开始了。这些人说呀，以前有个组合叫武帝，这个武帝虽然很厉害，但控制的地盘只有千里，就这还有很多人不服。现在您兴义兵主残贼平定天下，海内为军衔，法令有一统，这些事干的比上古时期的武帝还厉害。我们觉得武帝可能都让您给吸粉了，所以我们斗胆建议您用三皇、天皇、地皇、太皇里面最最尊贵的太皇来作为您的新称号。朕这个词我们老百姓以后也不用了，就作为您自称的专用词，用来象征您的 VIP 身份。等王婉、冯杰、李斯这些人说完之后，秦王嬴政最后补充了一下，他说太皇这个名字确实不错，但听起来还是差那么点意思，算了，把太皇里面的皇留着，再由上古时期帝王的称号里面挑一个帝字出来，以后朕的称号就是皇帝，我叫四皇帝，我的后人就叫二世皇帝、三世皇帝，一直到 N 世皇帝，其他就按照你们说的来。秦始皇的这个想法没有一点毛病，也非常好，但咱现在都知道人的理想不一定都能实现，最终当 N 等于2的时候，这事就出现问题了，秦朝直接断茶。但皇帝这一称号由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创立，一直到清朝的溥仪退位，2000多年间，皇帝一词成为了我国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专属代名词。当然还有朕这个词，都是由秦始皇那会儿才开始成了帝王的自称，其他人都不能再用了。不知道后世的那些皇帝在地底下给不给秦始皇打钱交点版权费，尤其是汉长陵的那个刘邦，埋的地方离秦陵也不太远，一定要多交点才行。称号等一些问题搞定之后，丞相王婉有话要说。王婉说：“爱豆呀，以前的齐国、燕国还有楚国这些地方都太远，咱现在也没有回籍，管理起来也不方便。您看要不要把您的儿子封到那些地方当诸侯王，让娃们也过把瘾？”王婉说完，秦始皇又把这个问题让小组讨论了。廷尉李斯感觉王婉是在胡扯，就出来怼王婉。李斯说：“老王呀，你这个王真怎么白姓呀？整天就知道出来搞事情。周文王、周武王当年分封的儿子和亲戚不少吧？你看看最后发展成啥结果了？不但诸侯国之间相互下黑手，就连周天子都让打得鼻青脸肿。现在好不容易咱俺都统一了天下，划分了郡县，俺都的儿子和功臣们过来给发点钱就行了，这样既好管理天下，也没有儿心，这不是很好吗？郡县制才是国家安定的根本，你不要搞事情。”李斯说的这点也是秦始皇内心所想，所以在李斯怼完王婉之后，秦始皇说：“之前天下大乱，战争不止，就是因为有诸侯王的存在。现在好不容易国家安定下来了，我不开李斯的倒车。”大一统，郡县制向前进。于是当时便将天下划分为36郡，并且开始在全国推行统一的法律制度和度量衡标准，还有车同轨、书同文。等把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各项制度制定好之后，秦始皇就开始了全国路演，一方面宣传新政策，一方面宣扬大秦的功德，也就是要把秦统一天下这个事给老天爷也汇报一下，给老天爷说：“你看我厉害不厉害？我是秦始皇，你把我记下来。”秦始皇一共出巡路演了5次，基本上跑了秦朝疆域一大半，最后身体也出现了问题，没有抢救过来，死在了最后一次出巡的路上。去世的时候50岁。秦始皇去世之后，秦朝出了重大 bug， 导致3年后帝国轰然倒塌，直接四级。从秦始皇称帝到秦儿，是秦朝只延续了15年。虽然秦朝只有15年，但秦始皇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。这种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上的统一，直接影响了之后我国历史的发展走向。此后虽然岁月变迁、朝代更迭，但都以统一为最终发展目标。这种统一的制度和根植于人民心底的观念，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能够长期团结和保持统一的重要因素。秦始皇、秦朝所实行的多项制度，直到现在也依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。统一度量衡为经济活动提供了便利，统一的文字可以让我们横跨祖国几千里，让有着不同地域文化、不同地方口音的小伙伴通过统一的文字相互之间无障碍沟通。整个珍藏了2000多年的手办秦始皇兵马俑，不但为我们贡献了很多有意思的表情包，更是一直在守护着我们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，也守护着我们每一位可爱的小伙伴。